你好，我就知道你不会接我电话的。有事吗？我要见你。现在是下班时间，你要有什么事情等我上班再说吧。我必须要见你。有什么事情不能在电话里说的，一定要见面。严有成，我求求你。我现在在蓝月，倩倩，他还敢换个电话给你打过来？姐姐，你是喝多了吗？这么大声！哎，秀文，切着手了，看着点。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。天哪，吃吗？快尝尝，超级甜。能不能单独聊聊？你有什么话不能当着大家说？就是啊。找到你什么事儿？不管我们过去怎么样，我做的那些伤害你的事儿，我也都受到惩罚了。以后我们都互不相欠了。什么意思呀？我求求你帮帮我。不能。你都不问一下是什么事儿吗？我不想知道。我求求你。求你帮一下我。什么事儿啊？能让你跪下？起来！你至于吗？到底怎么了？也不知道什么事儿能让他也这么狼狈啊？只有他狼狈吗？小陈就不狼狈了？所以。只有你能救我爸的命了。严耀晨，把我微信加回来。